农业银行精粹干通信用卡九折扣，高速畅通行，一人洗车超优惠，带你走进江西哪里最好玩。开众泰游江西，众泰汽车江西旅游频道唯一指定用车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好玩团开启魅力群岛之旅，品尝岛内的别样美食，强烈推荐所有来西海度假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吃吃这里的鱼，挑战刺激的丛林项目，这次一定要好好证明自己啊！人生好绝望，享受西海的网红温泉，西海温泉真的来得太是时候了，特别的舒服。庐山西海位于江西省九江市西南部，地跨武宁、永修两县，是一处综合山岳湖泊为一体的特大型名胜风景区。水面上伫立着千余座岛屿，这里群岛环绕，碧水如镜。当你置身其中，犹如走进百里画卷，它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旅游胜地。游江西，江西哪里最好玩？庐山西海最好玩。今天我们好玩团再次出发，来到美丽的庐山西海风景区。哇、哦！大家可以看我们面前，哇，就是烟波浩渺的西海，感觉整个被海给包围住了，仙境一样。你们知道这里最值得来游玩的呀、观光的，就是我们这里的岛屿风光。据说呢，这里三亩以上的岛屿是有1667个。五亩以上的岛屿有997个，所以你们算一下，加起来有多少个？上千个，挺多的，2000多个岛屿呢，太多了，厉害了。我知道我们这里的风景特别美，那我们来这不能只看风景，那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？再比如说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呀？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导演们，这是什么？任务卡吗？哎，我还以为是好吃卡呢。是任务卡，任务卡。一般毛羽结群飞，两岸烟听好景时，深水有鱼皆得出，看来却是鹭鸱鸡。好诗啊！想干嘛？这首诗的提示，去找下一个体验的地点。西海渔村位于庐山西海风景区内，岛上的绿植葱郁，水天一色。在绿植和清水的簇拥中，坐落着一片温和舒适的西海沙滩。在这里，不仅可以欣赏山水美景，还可以体验诸多好玩刺激的水上娱乐项目，是来到庐山西海不得不去的旅游景点之一。登岛的那一刻，你会发现，哇，完全超乎你的想象，有一种走进了郭靖黄蓉的桃花岛的感觉，忽然间能够体会到古人诗句当中的那种寄情于山水的那种心境。这里会有我们要寻找的鸟吗？哇，不知道哎，一片山林，感觉可能会有哎，有，哎，那个不是吗？什么？哇塞，一下就发现三只，三只呀，好高冷的，一人一只，一人一只，一人一只，这是鸟，哇。哇，哎，我觉得好大，像猫头鹰有点像，它这个体型。哦，这是鹰。哦，鱼，这就是鱼鹰。对，我听说过鱼鹰，我说鸬鹚是它的学名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专门捕鱼的。哦，嘴巴是这样，长长，它有个钩子，你看它的前面有个尖尖的，可以勾住鱼，像鱼钩一样。我们的那个诗里面有吗？是有吗？鸬鹚啊，鸬鹚叫鸬鹚是吧？对，哦，原来是它的学名。所以我们算找对了，应该是耶。所以我们去前面看看有没有鱼。这里还有，欢迎光临西海渔村捕鱼表演场啊！实战一下，好，实战啊，好，实战开始，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表演了，同时也提示一下我们现场的贵宾朋友们，有手机有相机的啊，可以拍照。来，拿出手机拍照。因为它下水有一个直线飞翔的镜头，可以拍一下啊，带回去可以共享。来，3、2、1，起飞！要起飞！已经钓起鱼来了哈。哇，它拖了两条了。抓起来啊！它是一种很奇妙的生物，因为它在岸上的时候它像鸟，在水里它像鱼。有两种功能，我觉得太厉害了，而且它的动作非常的敏捷，非常的矫健，它只要一钻到水里，它的速度非常的快。上，哇，美女，你们看清楚没有？
脖子里面到底几条鱼？两条，三条，两条，到底几条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。两条，看着有没有猜对的、啊。我只看着他，对，猜对了我们讲啊。三条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，猜一下。一条，两条，三条，真的是三条。哇，我第二眼看到他，我认真。三条猜对了有奖，就这么细细的喉咙管里面还藏了三条鱼，好厉害！刚刚谁猜对了？三条，我来，袁姐姐来了，这只鸬鹚送给你，只给你一个回馈，很棒啊！来，双手合在一起啊！来，我给你镜头给拍个照啊！双手合在一起，这是一个真诚的爱心啊！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，看我一下，对，来，浮动一下哈，来，对镜头，这边。来，我配合一下。羽毛会打我呀！你让他别扇羽毛。来，我给你点个赞，拿的自信和有效。3、2，要来了！回头，对镜头。哇，我好厉害！给你出彩啊！给你点赞。鸬鹚啊，原来你叫鸬鹚呀！我的天，你打我脸打的可疼了，啪啪啪的几巴掌，真的，我看到他。他可能看到我太激动了，被我的美貌所惊艳了吧？可能，然后他看着我就一直哇，那个翅膀扑哧扑哧的，一直在我脸上飘，好疼，现在还疼呢，我觉得。那师傅，我们可不可以像你一样去体验一下带着鸬鹚去抓鱼？可以啊。看透了我的小心思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想吃，因为他跟我有一样特性，我也爱吃鱼。哎，上吧。进来。加油。没事，我让他捕鱼。慢点啊啊！注意，至少一人捕一条给我们，好吗？哎，一人两条，一条不够吃啊。先我们要把它放下水哈，就这样的，你看我怎么我教你一个方式啊，这样的一抛下去可以出水啊。嗯，好，来试一下啊，来，3、2，1，飞。可以了啊！哎，挺好的。来，再尝试一下，哎呀，潜水，这是一个集体语言哈。快点，告诉他要潜水去捕鱼，对，打水面，打水面。过去一点。抓到了一条鱼，在那边有，已经抓到了。不是，我们鱼友非常聪明。哎，听懂了。这里。对。这里。潜水，3、2，1，去！哇，好聪明，他真的好灵活。对，好，三条了，这里这只鸬鹚智商还高。小宝贝，好像吃不下。哇，谢谢小宝贝，给我们捕了三条鱼呢，这么一人一条。感谢你，小鱼，你好优秀啊。不错哈，不错，今天你也不错，表情也不错，你也表情不错。小伙伴，谢谢。这个鱼应该很好吃吧？对，可以到我们这个鱼公馆可以品尝一下哦。对。又到了欢欢最喜欢的环节，吃饭环节。但是今天有这个鱼，对，鱼，这是来自我们西海的白鱼。我可以先尝一块，伸出我的罪恶之手了吗？来，我们请开始吧，开动吧，大快朵颐。哇，这个鱼看起来好肥的感觉。对，赶快尝一下什么味道。好鲜美啊。这个肉质好厚实。厚实啊，看起来很爽。我听到，我烧得很入味。我听到猫的声音了，莫非那个猫被我们鱼给吸引了？都听到猫要过来抢鱼了。而且这个就鱼肉吃起来是非常的干净的感觉，是没有一点泥沙味。因为西海的水质特别好，好到什么程度？这里有桃花水母。哦，那个是水母吗？对，桃花水母对它的生存环境要求极为高，就是一定要水质特别的好，没有一点污染，然后又非常的清。难怪了。对，而且你们知道桃花水母有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美誉，虽然是家常菜，但是吃的非常舒服啊。对，家常菜是最好吃的。就吃进去的那一刻，你觉得美食可以让你忘却一切，就是美食的力量非常巨大，就是这一天下来的辛苦我就全部忘掉了。才多久呀？你们也太狠了吧！给我留点嘛，这么大一片都吃完了，真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啊！在这里多住几天，我们都会长胖吧？
又会变白，又会长胖，肯定变得白白胖胖。哎，到时候一起变得白白胖胖，三个人一起出去，我的天哪！你们去哪儿了？经历了些什么？没事，你想变得白白胖胖，来趟庐山西海。哇，这个好满足！钓鱼被我们三个人就干完了，强大的战斗力。开心吗，欢欢？特别开心。满足吗？满足。强烈推荐所有来西海度假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吃吃这里的鱼。对，那真的是名不虚传啊。哇，太美味了。可是我觉得吃都吃了，怎么能没有一点别的活动呢？别的活动是吗？对，比如说要去消消食啊。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就是、你还挺会安排的，日子还可以吧？安排一下。那我们就去看看这西海还有什么可以去玩的，好不好？走。今天你怎么还没来？对呀、啊，平时很准时的哈。对啊。你怎么才来呀、啊，婷婷姐？别提了，今天坐的汽车零点购车，被排的老长了。迟到了一会儿，哎，你别说，这车还真的不错呢。我一路开过来挺舒服的，内饰也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里面都很大气宽敞。哎，去哪儿呀、啊、你们？我们也要零元购新车。开开众泰游江西，众泰超给力购车季，新车零元开回家。农业银行精粹干通信用卡九折购，高速畅通行，一人洗车超优惠，带你走进江西哪里最好玩。是司马码头，身后就是美丽的庐山西海。我们身边的呢，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导游小吴，你好。大家好。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西海有什么值得玩的呢？我们现在到达的呢，是被誉之为中国最美的湖光山色庐山西海司马旅游码头。之后我们要前往的是庐山西海的第一大组团美丽西海组团了，主要有两大岛屿构成，彩虹岛和女神岛。听上去好好玩啊，女神跟彩虹岛都不错。如果三位想跟我一起到达，那么首先要完成我们第一道挑战了。完成挑战之后呢，才能赢取这样一个美丽组团的奖励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吧，好了。之后呢，在我手中啊有三张挑战卡，有备而来啊。由三位任意抽取一张，只要完成我们的挑战，就可以获取相应的奖励了。行，那我就抽第一张吧。好的，我这是任务三，高处不胜寒，挑战者需要在99米高空玻璃上将纸巾吹至半空中，停留6秒不落地。一共有3次挑战机会，集合了。一姐的嘴巴都打，这个非常刺激了啊！来，看看你们的任务是什么。好的，下面有两位抽取了啊。哇，这是。什么滑翔？我好像看到了，高空滑翔，更加刺激了啊！来，念一下。妈呀！高空滑翔挑战者需要乘坐滑索，在滑索上看湖心平台的断树体。太会玩了，这对我太好了吧！滑翔结束后进行答题，一个也是3次挑战机会。好，最后一个欢欢，谢谢你的，希望你的是最刺激的，赐予我好运吧。给你看一眼，穿越丛林，感觉好刺激哦！挑战者需要在5分钟之间完成穿越任务，如挑战失败，需要重复挑战3次挑战机会。我这看上去也太简单了吧？丛林是什么？适合我呢？你不要太高兴喽，有可能最难的就在你这里喽。那接下来我们三个人就是各自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吗？是的，为了我们的女神岛，加油！加油，走了。好玩团在抽完各自的挑战任务后将分开行动，婷婷前往西海之星玻璃观光塔上挑战高处不胜寒任务，欢欢前往女神岛丛林深处挑战穿越丛林任务，蕾蕾则去彩虹岛挑战高空滑翔任务。那么他们都能完成挑战吗？啊，到了。哇，99米高吗？天哪，这全玻璃的。我其实这样看不止99米，好像有200-300米。不过这样的体验还是蛮难得的啊，在99米的高空当中，
面向整个西海来进行我们的任务挑战，加油，我能成功的。喂喂，他太不听话了。还好我还有这机会，只有一次了。导演，你不能这样欺负人，这是风啊。现在第一次啊。天哪，怎么那么滑呀？因为在99米的高空当中，它的风向，风是非常大的。然后当时我没有考虑到它的风向的问题，所以三次挑战下来都失败。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导演，你出来，你躲在这没有用的。导演，这是你设计的任务吗？啊，你给我试试看，我就不相信你能成功。你看看，再我也给你三次机会，如果你三次全失败，那就不能算我挑战失败，行不行？可以可以。第二次机会。哎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是你吹的。吹起来了，我吹起来了，我吹起来了。这个不算，两个都算的。喂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太白了，没多秒了，没有，没拍到。算了，最后一次是吧？对，最后一次机会啊！失败耶！我连眼泪都出来了。哎，我冷，冷，我也冷。好了，我的挑战完成，成功。这里真的好美啊，而且我觉得我走在了女神，感觉整个人都升华成为女神了呢，有没有？哎，是这个吗？丛林穿越。哎，英雄人生说的不就是我本人吗？而且导演组说要给我这个三次挑战机会，是不是对我来说小菜一碟？因为我觉得一次就够了，好吗？我一次就能过去5分钟，走。对我来说感觉还蛮简单的嘛，这不就是个摇摇晃晃的桥吗？我们走桥要走的优雅优雅一点，慢一点。好，过了第一关了。这第二个是什么呀？这桥啊，独木桥吗？啊，有点晃呀。啊，有点晃呀。啊，我怎么觉得我现在的姿势有一点啊，妈，不行不行，我要稳住，稳。啊！哎呀，这个好难站稳，有点尴尬。啊！慢，快，马上过来。OK， 过第二个。天哪，这什么？这个丛林穿越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呀。不是在丛林里面优雅的漫步吗？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呢？啊！哎呀！这个还稍微好一点点。过了，第三个。哎呀，这个也太简单了吧！我快点，还有多久？这个也简单哦。哇！还是我比较稳吧，剩下小哥哥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还是我比较稳吧。好了，走。Yes， 哥哥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剩下小哥哥你挡我路了，请你快一点。好晃啊，这个原木棍，吓得我话都不会说了。这个圆木棍实在是有点过分。到，啊，过时了，29秒，我很不容易的好吗？我举报，我路上有一段很快，然后是摄像他没有我快，
然后他挡着我的路，这29秒算摄像哥哥的，不算我的。再来一次。我跟你，真的假的？很累的，我没有力气了，哥，你给我过嘛。真的，再来一次啊。人生好绝望。哎，我觉得最难走的要稳住。我现在是走第二遍了，已经很有经验了。我好累，这次肯定过了吧？就是这么快，再不过我就倒地痛哭。到了，多少？你别吓我了，我求你了。什么？多少？3:52，看到没有？这才是我真实的水平好吗？刚刚那一把都是摄像小哥哥的锅，我太厉害了。农业银行精粹干通信用卡9折扣，高速畅通行，一人洗车超优惠，带你走进江西哪里最好玩。继狮子峰之后，我又来体验高空项目了，这一次一定要好好证明自己，证明自己。因为我之前狮子峰真的太丢人了，胆子小到最后没有挑战成功，然后让婷婷姐替我受罚。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要好好的证明一下自己，之前已经翻篇了，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自己。翻篇了，翻篇了。手打开，你先不要抓，手打开，你按我说的嘛，躺下来。我不要走了，手打开，脚跳起来，两个脚都跳起来，我也没走，手打开不走，手打开以后人就放松很多很多。走了，拜拜。哇，所以说我就坐上去了，其实发现也没有那么害怕了。那下次高空的挑战下次高空的挑战再说吧，看心情。哇，我看到算术题了，36除以3+2乘以9，36除以3+2乘以9，36除以3+2加18，30。36除以3+2乘以9等于30，没错。算术题 so easy， 挑战成功，我是最棒的，耶、yeah!非常不错啊，恭喜三位挑战成功了。其实在我们其他岛屿啊，依然存在着更加刺激的挑战。在我们文化组团的外婆岛上，就有着一个3D 的过山车以及12级旋风的体验馆，我想去。对，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啊一条长达138米长的外婆桥，导游呢在这儿给各位推荐一条清平的路线啊，希望各位从美丽西海组团开始，之后一连串呢可以玩到我们的娱乐组团，也是最远的一个岛屿，叫做西海渔村。那里呢夏季有着非常刺激的体验项目，水上摩托艇，哇，这个还有水上桨板呢，非常的刺激好玩。所以我们夏天要再来一回。是的，没错。整个行程包括下来的话呢，也就450左右。哇，才450的样子啊！那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，对，我们就相约下一回再来西海。郝文团在成功完成了高速不胜寒、穿越丛林和高空滑翔3项挑战后，获得了享受西海温泉的机会。西海温泉有大大小小不同功效、不同国度、不同文化81处温泉池。他们满足了我们对温泉的所有想象，而这样的冬季旅游胜地，其门市价格只要198元，我们的好玩团成员已经开始享受了。
来到西海，不得不泡的就是我们的温泉。给导演组点赞，终于良心了一回。西海温泉真的来得太是时候了，因为我们昨天在这个西海的这个岛上嘛，游玩了一整天，正好是特别的累，而且又还挺冷的，然后晚上回去泡这个温泉特别的舒服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温度也刚刚好，不会特别烫啊，这个很好，就非常舒服，温热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女生真的很适合来泡这个牛奶浴。对，泡的时候啊，先不说它有什么这个美白的功效，我觉得心情都会变得很好。对啊，而且特别是现在冬天天气冷的话，来泡一泡，整个人就感觉温暖起来了。对啊，他们这里的每一个这个温泉的小池子里面啊，都有一个药包，每一个呢都是有自己不同的功效嘛。像我的那个牛奶浴的话，它是美白功效，还有一个柴胡浴呢，它是有这个中药包在里面，对这个身体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作用。所以我觉得还都是特别有特色的，可以针对自己需求去选择这个池子。享受完了温泉，现在来到我们的干蒸房，来到大东北。穿的这个衣服特别，我就想跳一段，跳一段。来来，三二一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好了，来一个水。是干蒸，这个是非常配，真的没有形象了。来来来，我们就坐吧坐吧。哎，这个炕上很舒服啊。刚刚泡完温泉，然后往这上一坐，感觉正好经历着呢，人生都得到了升华。对，仅仅是这一下舒服吗？我觉得我们这一天的行程都很舒服啊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最开始是入住了渔村，然后体验了抓鱼，对，还有吃了这个当地最无污染的鱼，然后还有让你们毕生难忘的游戏体验。游戏体验太刺激了！突然间，为什么提到这一趴，我的心颤抖了一下。但是西海的风景还是很好，很美的，像画卷一样。对。虽然留下了这样深刻难忘的印象，相信你们下次还会再来的。一定的，一定要在其他季节也可以来感受一下西海的美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来。是的，是的。那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也要感谢众泰汽车对节目的大力支持，开众泰游江西，感谢我们江西旅游频道唯一指定用车众泰汽车。当然了，我们还会有一份豪华大礼包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。是的，没错，就是买众泰汽车有7.5折的优惠，所以想要买车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。那怎么关注这个活动呢？就是关注新浪微博江西旅游攻略君，活动详情都在里面啦。知道，所以心动不如赶快行动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，但是我们的旅程没有结束，享受没有结束，跟全世界说晚安。之前我就是听过庐山西海，然后知道这里是一片非常大的一片湖面，然后有一些岛，但是没有像这样深入的游玩过，然后真正来体验了才发现真的是后续的东西。我觉得庐山西海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三个好，好玩、好吃、好看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来庐山西海走一走，拍拍美照，尝尝美食，来体验一下庐山西海的美。